下面呢，我们要来关注一则消息啊，就是在结束了日本冲绳近20天的冬训之后呢，上海申花队啊是终于在北京时间昨天晚间的9点左右呢是抵达了上海浦东机场，那么媒体见面会已经开始了，我们跟着记者的镜头一起去看一下。新的一年在这里跟大家见面，也迎来了我们又一个的新人见面会。今天这里我们要迎来两位属于俱乐部的新人，当然也不算是新人。像孙世林已经狗把那个中影兄工作了，海口到冲绳的2天的冬训，相信大家通过网络、通过新闻、通过视频、通过图片，已经对他有了非常深刻的了解。那么今天他也是第一次在我们俱乐部的正式场合和广大媒体和球迷朋友们见面。下面我们还是先通过一段短片来了解一下孙世林。雪中送炭，万金油，北上两头腰，边后卫等都是位置。出道于大连一支青训，2012年加入辽宁队，在辽宁效力4个赛季，总共出场74次，是绝对主力。作为一名防守悍将，孙世林的抢断、拦截非常出色，还有一脚大力远射的绝活，他或许将会成为申花后右后卫的不二人选。好，我想在今天这样的场合，我们看到也有很多的球迷的到来，希望大家用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孙世林上场。好，下面我们有请申花俱乐部的董事长吴晓辉以及常务副总周军为孙世林颁发新赛季的球衣以及申花围巾。我们在今天第一个现场，2017赛季申花的新款战袍也是隆重的亮相。孙世林将身穿我们看到37号战袍，跟孙世林相处下来，其实我对他有了一个非常直观的认识。大家可以看到，其实他并不像我们外界或者很多媒体刻意渲染的那样是硬汉的形象，其实他在生活中非常的腼腆啊，而且性格也特别好，话也没有情绪那么多啊。好，下面还是我们有请孙世林来给大家做那个嘉宾的一个个人的感受，好吗？很高兴能够加入上海绿地申花这样一支有着历史、有着底蕴的这样一支豪门球队吧。我也非常的激动。那么首先呢，还是先要感谢一下我之前的辽宁队，因为没有辽宁队对我的培养，然后也不能有我今天站在这支豪门球队的这个舞台上能够表现我自己。然后呢，还要感谢就是我们的吴总。以及我们的周总，还有绿地的这个俱乐部的教练组，对我的这种信任吧，以及认可。据我所知，这个咱们申花吧代表着上海，所以我觉得只有申花才能代表上海。谢谢你们。好，希望我个人
毫无保留的把我的能力尽情的发挥出来，然后来对俱乐部对教练组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报答，然后希望最后我们今年能够顺利的完成俱乐部制定的目标，谢谢大家。好，谢谢支持，讲得非常好，又一个抢我饭碗的人出现。我说你要不给我发，下面进入媒体提问环节啊。首先我先代表所有的媒体先提问，发什么不可能我承担，对吧？大家刚刚看到了孙世林新赛季的号码是几号，大家知道吗？31。那孙世林先回答一下，当初让你选号码的时候有没有号码？毫无疑问，因为我老婆的生日是37号。成家立业，成家立业，我觉得只有爱老婆的男人，世界上才会取得更好的成功。这个让我非常意外，确实我也不知道，还好你老婆生日不是11月7号。那个我当初记得12年的时候，你现在队长莫雷诺在我们青花的时候，他也选择了37号球衣的，大家记得吗？当初莫雷诺选择球衣的，他说过，因为那时候10号球衣已经有人穿了将军，所以他选择了一个37号，是因为3+7=10，他也希望这个号码也是预示着一个10号，那么他也希望并且做到了成为申花之后几年的一个核心。那么我们也希望孙世林其实通过这样一个非常有寓意的号码，也能够像莫雷诺一样，在未来的那个几年的一个征程中为我们申花带来更多的荣誉。好，下面有媒体需要向孙世林提问的请举手好吗？举高一点，人太多了。我们去前段时间的冬训，我们也是看到，林好像已经非常赢得了这个主教练波威特的这个信赖，在几场热身赛里面都是主力的身份出场啊。这一方面，你感觉现在的机会会更多吗？说实话，对我也是一个鼓励吧。作为主教练的认可，我觉得对我还是一种就是激励吧。激励着自己不断的努力，不断的每天去提高自己啊。好，还有没有需要提问的？就我们知道，新赛季可能有这样一个可能，就是你和那个秦升作为那个后腰上的搭档嘛。但是他是踢过亚冠的，你可能还没有经历过亚冠，你们俩之间的这个搭档，目前为止磨合怎么样呢？我们俩之间，因为之前在辽宁队合作过一年嘛。我觉得向他学习的只有一个条件，就是向他学习这个八国语言。其他都不能学习。放心放心，新赛季的我争取得牌数，还有跟对方的队员跟裁判员的说话的这种数量，肯定不会没有他多的。好，还有没有需要提问的？啊，大多数是等着再留着下一位那个新员的出现，对吧？现在不举手提问的，下一轮取消提问。好，开玩笑哈。好，那么再次非常感谢孙世林，也感谢大家，好吗？那我们先准备回去准备一下，我们下午3点还有训练。好，再次大家用掌声欢迎。我拿了，放那个就行啊。大家稍等一下，一般重磅出场的时候都有个暖场。可以做五度。
大家已经看到，通过屏幕看到了我们下一位主角。让我们隆重的请出 ，Let's warmly welcome Carlos Davis。来了解一下各位斯，虽然大家对他已经非常的熟悉。今年32岁的克维斯场上资质前锋，他的职业生涯起步于阿根廷劲旅博卡青年，此后转会巴甲劲旅克林蒂安。2003至2005年，克维斯曾连续3年蝉联南美足球先生称号。2006年转战欧洲足坛后，阿根廷野兽相继效力于英超西汉联、曼联、曼城、意甲尤文图斯等豪门俱乐部，并且随队夺得3次英超联赛冠军和2次意甲联赛冠军。2014年，克维斯重返老东莞博卡青年。阿根廷野兽的加盟无疑将极大增强申花的攻击实力，包括球队的进攻手段。期待克维斯能在新赛季帮助绿地申花在亚洲和国内赛场上摧城拔寨，为球迷奉献精彩的比赛。好，让我们再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克维斯的到来。下面我们有请吴总、周总为克维斯颁发新赛季的申花战袍和克维斯的限量款围巾。确实非常的多啊，我们迎接他的球迷非常多，所以走得比较匆忙。当然我们也很想知道克维斯现在内心想对我们的球迷，想对我们的上海的媒体，想对我们中国的媒体啊有一些怎样的表白。好，下面我们就有请克维斯来做发言，大家欢迎。那个刚才有一个小插曲啊，就是那个孙世林刚刚开好新发布会进去的时候，然后特维斯问他啊，在场上是你保护我还是我保护你？bueno, que bueno, hija, una palabra para la gente. Bueno, primero agradecerle por el recibimiento, la verdad que estamos muy felices con mi familia, con mis hermanos, con amigos. La verdad que es un recibimiento muy bonito. Estoy muy feliz de poder estar en Shanghái y poder demostrarle mi fútbol y tratar de hacer siempre lo mejor para el club. Y bueno, primero quería agradecer por la bienvenida que me dieron, que es para mi familia y para mí es un cariño que todavía no me lo he ganado, así que me gustaría ganármelo dentro del campo, ¿no? 首先想感谢一下大家啊，他到了飞机场也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人来迎接他跟他的家人。那他作为他的家人的这样一个代表嘛，他想再次感谢大家。然后，到了上海，他这几天也是啊，在这个上海啊，跟他家人走了走，他是非常开心的。他们的家人也是觉得非常舒适。那他希望也生活是非常好的，但是他希望以用他的这个行动在这个场上啊，
这个回报给大家，好吧？Sí, el presidente me ha pedido y Bruce también que diga, anoche tuvimos una cena y me decía, sería bueno que digas algo en sanganés y yo le digo, sí, sí, dígame y yo me quedo a la mañana platicando qué decir, pero la verdad no me salía en ningún momento. 他说昨晚跟那个吴总跟周总我们有这个今天晚餐，然后吴总跟周总也跟他提出一个小要求，就希望在今天鲜花会上啊用上海话跟大家打个招呼。那还没说完，但是呢他今天整个早上都在练习这句话，然后刚刚进来说这个人太多了，他太紧张了，就把话给忘记了。那不是我们家现场让吴总教他一下，深呼老润。Gracias。谢谢吧。那这样吧，今天第一天就别难为卡洛斯了。让他稍微那个再好好练习几次啊，下次有机会的话再跟大家那个啊。Sí, tiene que tener un poco más de paciencia porque tuve 7 años en Inglaterra y me costó hablar inglés. 啊，就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他在英国待了7年啊，小英文都没学会。来了一天中国，让他学一句上海话挺不容易的。好，没事，我们那个留给他7天时间，让他那个7天以后通过跟秦兄的一起的训练啊，我们7天以后再检验一下他的那个成效，好吗？你现在力啊，你现在要什么？好，那个这样啊，就按照惯例，刚才孙世林我也是带大家回答一个提了一个问题，那么现在托一次一样，我在你们提问之前，我还是提一个问题好吗？因为大家之前都知道。托维斯效力了非常多的俱乐部，英超、意甲，啊，大家每说起他的时候，除了场上的非常出色的表现之外，还有一点是他非常想念他的家乡，他非常想回家。那么想问一下，他现在到了上海以后，他对这座城市的印象怎么样？王凯，帮我问一下。Dice bueno, sabemos que estuviste jugando en la Premier League, en la Liga de Italia, y bueno, siempre dijiste que te gustaría volver a casa, ¿viste? Porque lo más extrañado es tu casa. Y ahora que estás en Shanghái, ¿cómo sentís? Si te querés volver a casa. No, la experiencia que he vivido cuando he vuelto a Argentina, la he vivido al 100% y creo que he estado muy contento y agradecido siempre al hincha del cual uno es al club donde uno es hincha, que es Boca. Creo que es la bienvenida que me dieron, la verdad que me hicieron sentir como si estuviera en casa. Entonces, sí, hay muchos kilómetros y de distancia con mi familia, con mis padres, todo, pero bueno, he tomado la decisión también porque Bruce ha venido a Argentina, ha hablado sinceramente conmigo y me ha dicho que el club quiere seguir creciendo y para eso necesitaba un jugador de mi calidad y creo que me ha convencido para poder seguir haciendo que el club siga creciendo. Entonces eso es una inspiración grande para mí, es por eso que hoy estoy acá. 这个的确啊，在之前也效力过非常多的球队啊，非常多的这个国家。那最后回到了阿根廷，回到了这个波卡队啊，那边这个波卡队的球迷也是啊，是对我非常好的。那让我感受了这个回家的啊这样一个滋味啊。但是啊，经过上一次的时候大家对我的接机，那、啊、让我重新认识到啊，我有一个新的家。这个之前我们的那个周总也是千里迢迢飞到了阿根廷啊，来跟我洽谈。在这个洽谈过程中，他也是表达了俱乐部的这样一个对他的一种期待啊，因为我们俱乐部是在发展中啊，需要像他这样有能力的球员可以加盟我们，让球队这个不断的发展。那最终这个周总也是非常诚恳啊，我也被他说服了。所以说最终我是
其实这样的决定也是非常不容易啊，因为毕竟我的父母还是待在阿根廷。那如果我来到中国的话，我们距离会非常非常遥远，是吧？但是因为周总这个对我这个当时是以非常诚恳的这样一种态度跟我提出了要求，所以说这个最终我还是决定来到了这个上海所以说现在我在上海也是感觉是我另外一个家。上海是他的，让他成为他的第二个家。那么所以我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因为我们也知道这次大家都知道托维斯来到上海，一行带了非常多的亲人以及家人。那么这他也跟我们之前也说过，可能大家有些误会，其实他之所以这么做，是他想表明自己在这里安家，能够专注专心的为申花效力、为申花建功的这样一个决心。所以我们非常期待托维斯在新的赛季为我们所有人带来更多的快乐。Sí, uno tiene la posibilidad de estar, de ser muy familiero y estar siempre con mi familia. Y la verdad que para tomar un desafío tan grande como es venir a China y el esfuerzo que uno tiene que hacer, creo que es importante para mí estar con mi familia para poder después rendir de la mejor forma dentro del campo, ¿no? 差不多这个半个家庭都带过来了，因为我是一个非常顾家的人。那我觉得如果想要希望我在场上能够有一个稳定的发挥的话这个来中国踢球对我来说是非常大的挑战。我希望跟我的家人这个就大家就是可以跟他的家人一起去面对所以说把他的家人带过来。好，谢谢。下面有需要提问的媒体举举手。Una pregunta. La primera, bueno, decía que salió por la prensa española de que dijiste que si venía acá cobraba 38 palos, si es así, la verdad. Y la segunda pregunta es para ellos, porque ahora puede jugar tres extranjeros, ¿no? Pero eso le decía, que la pregunta para ellos. Sí, yo no. De mi último, creo, partido, mi última entrevista que fue en Argentina, no he dado ninguna nota, no he dicho la cifra que uno iba a ganar, porque creo que es confidencial y uno no puede estar diciendo lo que uno va a ganar por respeto a sus compañeros, a su institución. Entonces creo que es una falta de respeto decir cuánto uno gana, cuánto no, por hacer su trabajo. Sí. Está 采访中没有提起过他来中国会赚到的薪水，因为他觉得薪水这件事情不应该这个跟大家说因为这是对他同伴的一种尊重所以说这个金额肯定没有在网上写的这么多然后这个具体金额他也说了为了这个尊重他的同伴他不会把这个金额告诉大家，是吧？但是这肯定没有。他说那个第二个问题还是问一下我们领导吧。这样吧，我想你们有人要问那个卡洛斯的问题，你们都问完好吧，待会让他去准备下午训练的时候，然后我跟周总我们会留下来，你们有所有想问我们的问题，然后我们再que le hagamos otra pregunta, 好吧，这样我们能够更精炼a Carlos primero, después todas las preguntas para ellos. Entonces,
好，下一个问题。我是体育的记者，我想问一下托维斯，因为当你申花俱乐部官宣你加入球队的时候，申花球迷就总结了你在每一支俱乐部都帮助球队获得了冠军。那么新的一年，在这一方面，你有信心带你球队去夺取一个冠军吗？Se dice que todos los equipos que tuviste, los equipos salen campeones. Si tienes la confianza, si tienes la fe de seguir la racha acá, traernos un título. Sí, creo que es importante primero armar un equipo y que todo, a pesar de que somos de distintos países y de distinta cultura, es importante armar el equipo. Y poder que todos sepamos de que jugamos en equipo, ¿no? Entonces es importante, como yo siempre digo, es el equipo, no es un solo jugador. Y creo que con el técnico, con Gustavo, creo que vamos en el mismo camino y creo que estamos apuntando los dos, o todo el equipo, en armar primero el equipo para poder darle alegría a la gente. 这个足球啊，我认为足球是一个这个团队项目啊，不是一个个人项目啊。我知道球队里面有非常多啊，这个有不同的这个国籍的人啊，有不同文化的人。那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就是这个磨合嘛啊，有一个非常好的磨合。那我跟这个古萨沃教练啊，也是有了非常深，就是。就非常深的这样一个交流，那他的想法跟我是一样的啊。我们这个踢球是一支团队，是一支球队去踢，而不是靠一个人去踢。那所以说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听从这个教练的安排啊，然后这个磨合好我们球队，然后以最佳的方式去迎战啊这个联赛还有杯赛啊，还有联赛。下一个问题。Cuando jugaste en la Premier League, fuiste el máximo goleador de jugadores sudamericanos, que superaste a Poyet, porque Poyet era el máximo goleador de sudamericanos. ¿Cómo lo calificas a su técnico? Pregunta difícil. No sé cuántos goles hizo ese año Gustavo, pero seguramente lo habrá hecho muy bien, así que tengo que hablar muy bien de él, porque si no, no me va a poner seguro en el equipo. Chío le dice Chío y la gente grita Moreno, Chío Moreno. Y en tu caso, cuando hace gol, ¿cómo crees que la gente grite eso? No lo pensaba. No, pero el Carlos Tevez me gusta, ¿no? Es que siempre me identifiqué con eso. Sí. Sí. 用西班牙语，好吧，就是 Carlos Tevez。那个我补充一下，就是我们问一下，就是他在那个渤海的糖果和球场，比如他进球、他出场的时候，球迷是怎么样呼喊他的名字？Y cuando vos salís en la bombonera, ¿cómo te gritan la gente? Que la mano de Carlos, no, no, de Carlos Tevez, sí, sí, Carlos Tevez. 都叫 Carlos Tevez。
está pensando. No, vamos a practicar, dice. Está bien, tiene que practicar como yo tengo que practicar también. Ah, este, Number 32, Carlos Tevez! Carlos Tevez! Carlos Tevez! presión no, porque cuando uno entra dentro del campo trata de hacer lo que siempre hizo y lo que me gusta y lo que hago con pasión, y creo que esa presión dentro de la cancha cuando uno entra a jugar se le va. Lo lindo es que me gusta el fútbol, amo este deporte, y cada vez que lo hago trato de hacerlo de la mejor manera para hacer las cosas bien. 压力的话，也许会有吧。但是他觉得，因为他非常热爱足球啊，这个体育项目啊，他也是用他的激情来对待啊这个项目。所以说他一旦到了场上啊，就算有压力，他也会把这个压力给忘记啊，以他最佳的方式来那个这个踢好比赛。 del equipo, si ya conocía a la Liga China y si sabía que bueno, algunos jugadores, algunos técnicos que han venido a la Liga, y algún objetivo personal como este año, que se llama marcar cuántos goles, no sé. Sí, creo que la Liga está agarrando muchísimas fuerzas, está creciendo muchísimo y está siendo muy competitiva. Creo que este año también va a ser muy competitiva y también es un desafío muy lindo saber dónde uno está parado, y creo que es importante el desafío de entrar a la Champions y poder hacer un buen papel, y bueno, después seguramente pelear el campeonato y tratar de hacerlo lo mejor posible. ¿Y si sabes alguien que haya incorporado? Con algún técnico o jugador que haya incorporado, si conoces, como ejemplo, Checho Batista o algún que se yo, que Schiavi. Sí, lo conozco al Checho, lo conozco al Flaco Schiavi, me ha hablado muy bien de Shanghai, fueron una de las personas que me ha hablado muy bien de este lugar, y tengo una amistad muy grande con él, y la verdad que me dijo que iba a ser muy feliz acá, y bueno, los pocos días que me tocó estar acá, la verdad que la ciudad me gusta y estoy muy cómodo, ¿no? Gracias. 在他加盟之前，对中超的了解还是并不是这么多，但是他之前呢是在我们申花之前有那个这个巴蒂斯塔，有执教过这支球队，然后他的以前的那个队友斯加维也是这个加盟的这支球队，所以说他们对申花的。 也是跟他们说了非常多关于申花的事情啊，都是非常正面的。那他也知道今年联赛这个中超联赛一年比一年难，这个难打。那今年的联赛会是非常激烈的，这个一年。那
对于他来说也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啊，不仅是联赛的挑战，因为今年我们还取得了一次这样的亚冠资格，他觉得这个对他的挑战还是挺大的。那他还一样啊，希望以他最佳的啊这个状态来迎接这个联赛。好，最后一个问题好吗？来，我叫布隆德。他说不好意思，他这个不会说中文。这位记者他说他是从西班牙刚刚来啊，他想问一下那个特维斯，因为大家现在都知道啊，这个巴塞罗那在跟这个梅西续约，那他希望从这个特维斯这边啊了解一下他对此事的这样一个看法，就是那些大的俱乐部如何啊能够这个保住他的一些这个球星。Creo que Leo tiene una cosa particular con el Barcelona, ¿no? Que es que nació ahí. El Barcelona es su club, es su casa, y creo que para él no hay plata de que, si hay renovación o no. Creo que es más un tema de que le dice el corazón o no. Creo que es eso con Leo. No creo que sea algo de otra cosa. Y después para retener a sus ídolos, creo que el cariño y lo que le da a la gente dentro, tanto dentro y fuera de la cancha, más de eso no se puede hacer. Después el que decide es el jugador. Para los clubes y para el jugador creo que es muy difícil tener una relación de tantos años como la tiene Leo. Creo que ha pasado, no sé si dos presidentes o tres presidentes de Barcelona y Leo sigue ahí. Entonces es muy difícil que Leo se vaya a Barcelona. El día que se vaya creo que se va a ir a jugar a Newell's, a ir a su casa. No lo veo en otro lado, más conociéndolo un poco a Leo. Pero bueno, son decisiones personales que uno no puede opinar, ¿no? Lo que uno opina es la relación del club con Leo. Creo que siempre fue buena, más que buena, por algo que Leo está mucho tiempo en el Barcelona. 他说是这样的，就是巴塞罗那可能他们的情况比较特殊吧。这个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那个梅西是他们培养出名的，所以说他更多的不应该不仅仅是是在一个金钱方面的这样的问题吧，他觉得更多的是一个感情问题。那当然他这个不是当事人，所以他也不能够说太多，但是他认为如果说一支豪门俱乐部啊，或者是一支这个正常俱乐部，如果想要留住他的球员或者是球星的话，更多的是要看俱乐部啊领导的这样一个诚意，还有就球迷在场内还有场外对这位球员的支持。那对他以这个梅西的了解，如果说梅西他退役之前啊，在他会离开那个巴塞罗那，应该会回到他的家乡啊，回到比如说那个尼尔斯啊，这个阿根廷的尼尔斯来完成他的这个职业生涯。好，再次感谢大家啊，再次感谢特维斯。那么最后我有一个比较特别的礼物给特维斯啊，那个王凯可以给他介绍一下，这是我们一个，他刚刚已经说了，他说这个不会送我这一把草吧，这是一个比较精致的草皮，是什么呀？是我们的风口足球场，是我们2016赛季整个赛季我们使用过的这样一个草皮，我们把它通过一些比较高科技的技术把它做成了一个这样一个的永生草。最后一场，最后一场，然后再拿出巴多，拿出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小张吗？对，小张。对。OK。好，再次感谢。不要笑。小张，我说是那个。谁给阿妈？对。哈哈哈哈哈。给小天妈母亲。不要笑。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不客气，我认。哎哎哎。好。哎，热了，干不起来。OK， 那么。
Gracias.四分就送个一个底门环，直接底门，哎，把钢了环，直接底门吧，钢。那么就先回答刚才那个问题了，就是那个就是现在这三万块元，我们对这个怎么样来实施呀？好了，因为就是先回答三万元，没什么关系啊。三十万，九十万，这个。这样吧，那个韩琼有一个问题，其他的媒体的朋友们还有什么问题的，我一起回答吧，好吧？大家看看，因为我们保证四十分要结束，为什么呢？因为也是为了支持我们的青训，因为三点钟在那个东方体育中心有我们一个优秀的青训教练的那个颁奖仪式，那么这儿有很多记者都有任务的，我也答应体育局领导。我们讲政治也是支持青训，所以有任务的记者三点钟必须赶到东方体育中心，好吧？为此我们俱乐部还专门安排了车辆等在外面啊、如果你们自己工具交通工具不方便的，我们负责把你们送过去，好吧？所以我们还有十分钟左右的时间，大家除了韩琼这个问题之外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哎，那我就直接问了，那个吴总、总谁回答都可以，就是特别是之前在英超意甲踢球的时候都和主教练出过很大的矛盾，就作为我们俱乐部来说，怎么能够来帮助他，就是怎么调和，就是避免这种情况再生发的发生。还有吗？两个问题，那个。他俱乐部是否有什么期待？如果有可能，他导致到一些现在关于或者说是青训方面的一些会进行。好了，那这些问题不少，大概要十分钟了。好吧，那个，那我先回答吧。如果那个等会儿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然后请周总补充吧。好吧，我把几个问题那个合在一起那个做个回答。那么第一个呢，我先从简单的开始吧，就关于跟主教练的关系问题。确实我们也有些担心，包括我们也讲，因为我们今年队里面的这些情况，是吧？不光是特维斯。对吧？我们还引进了不少，也都是比较有个性的球员。我觉得这对申花来讲，是好事。但是呢，如果处理的不好，也确确实实有隐患，对吧？我们曾经有个体育局领导，前一段时间调研时候来，还专门讲到这个问题。后来跟我开玩笑讲说，吴总是不是新赛季你带了一支加里森敢死队，对吧？啊，每个人都有绝技，但每个人都有个性。对吧？把他们带好了，战斗力发挥好，能够完成各种大家认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一旦处理不好，也会给我们造成很大的损害。那么这些问题从，我们新赛季还没开始之前，我跟周总我们就一直在反复在研究商量这些问题。那么，包括我们现在对主教练的选择，实际上也是考虑了这方面。为什么？因为从这个阶段看下来，第一个。作为我们主教练来讲，我觉得是个非常愿意沟通，非常愿意跟球员之间能够保持一种比较好的关系的这样一个球员，那教练，对吧？那么我们前面两个阶段的训练中间已经看到了，昨天晚上，我请特维斯吃饭，主教练在，大概我们两个小时的晚餐吧，几乎没有我说话的机会。啊，那个主教练跟特维斯做了非常非常好的沟通，两个人沟通非常畅通，非常愉快，我让我放心不少，对吧？我感觉就这些方面。那么另外一个呢，从我们俱乐部管理的角度来讲，啊，一方面我们加强对队员的思想工作，啊，包括在第一阶段在海口的时候，第二阶段在冲绳，周总都做了大量的工作，召集球员开会。把这些想法跟大家做沟通，新赛季共同努力去完成好的目标。第二个，我们也加强我们的内部的管理，啊，包括在热身赛上面，我们出现了一些红黄牌比较多的情况，我们根据实际情况，我们制定了比较严厉的规章制度，对吧？对场上场下球员那些，对吧？或者有些讲是违背体育道德的行为啊。
是吧，或者一些故意的恶意的一些啊，跟裁判也好，跟对方球员也好，这些不当的行为啊，我们都予以从重从严处罚，包括队内已经有这种相应的例子了，而且对球员触动非常大，大家也表示要从中吸取教训。所以我是相信新的赛季我们的球队，如果我们各方面管控好的话，一定会用一种非常好的精神面貌展现给大家，即使分有战斗力，同时我们又是非常强调场上场下的纪律性，我们的管理各方面都会上去。这是一个问题，对吧？那么第二个呢，我综合回答一下呢韩琼前面的那个问题，对吧？两个，一个就是讲3万元的问题，包括刚才实际上讲到的实际上是同一个问题，就对足协的一些新政。应该讲，就足协新政出台以后，确实对我们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和冲击，包括对我们的备战也好，对我们的引援也好，也带来了很多不同的影响。但是作为我来讲，我们充分理解足协领导，包括甚至可能更高层领导的良苦用心，对吧？因为他们是真正的看到了我们现在中国职业联赛中间存在的一系列问题。那么包括讲如何把一些过热的那个或者讲也是带有一些泡沫也好，带来一些就是讲是比较虚的这种热度的球是能够适当的降降温，然后往比较理性的方向发展，我觉得从用意上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但是呢，确确实实我们缺少一个过渡期，按照常规来讲呢，可能如果能够给广大俱乐部一个过渡期呢会更好，那么大家有调整的空间。但是不管怎么样讲，现在既然定了，作为俱乐部来讲，我们只有服从，只有根据我们自身的情况来把它处理好。那么所以从这些方面来讲的话呢，我们俱乐部管理层也好，包括我们的教练团队也好，现在已经在根据我们球队的实际情况做调研、做分析、做调整。至于讲到的刚才韩琼盯着我问了好几遍3万元、4万元的问题，我说这个问题不应该我回答，请我们主教练回答，是吧？如果有兴趣，等会到现场那个训练结束以后，你们可以采访一下主教练，具体上哪三个哪怎么调整怎么弄。但是我相信我们会尽力调整好，俱乐部引援方面我们会根据情况做出适当的调整，人员会有进有出，对吧？那么包括U23的新人要上来，那么我跟周总昨天晚上我们商量到1点钟，可能我们也有一些老的球员我们要出去，因为如果他们不出去腾不出位置来，我新人永远都上不来，就给压死掉了。所以一定会根据足协的新政要求，结合我们俱乐部的实际情况，既保证我们能够取得比较好的成绩，同时又要符合我们未来的中国足协要求的发展方向，我们会积极的努力的做出调整，所以我相信我们会把这方面的工作处理好。那么第三个呢，就讲到呢，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包括刚才问到的特维斯的年薪问题。那么我同样，我现在没办法，因为我们有些保密协议的要求，我没办法直接来告诉大家特维斯的具体年薪是多少。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这样几个情况：第一个，从绿地接手申花的第一天开始，我记得我们召开了一个媒体发布会，当时我是讲过一个，就是我们要用3亿的钱要做出5亿的效果来，我们要合理的理性的投入。这是绿地接手申花，包括我领导这个俱乐部的，我们的跟那个基本的管理的准则和要求。那么这3年来，我可以自豪地告诉大家，我们做到了，是吧？尽管我们也做了很多的调整，很多的努力，但是我也讲，这3年我可以谦虚讲，我们3年花的钱可能没有人家有些俱乐部1年花的多，对吧？但是我们把一个基础这么差的俱乐部，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面，我们通过我们的3年努力带到了今天这样一个高度，我觉得我非常自豪。我们也没有那种讲乱花钱，对吧？乱砸钱不理性的那个情况，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次
特维斯的调整，我原来也讲过，对吧？那么一个，我们确实因为去年我们联赛中间邓巴巴受了重伤，对吧？如果不是这样的情况的话，可能我今年的外援我一个都不用换，对吧？那么这是一个情况。那么因为邓巴巴确实上半赛季他没有办法来弥补我们这样的缺陷，那么同时我们又是时隔六年之后第一次重新回到了亚洲那个足坛最高的舞台，所以我们也期望我们的球队能够有个更好的表现，所以我们引进了一个特维斯这样的比较强力的前锋，对吧？所以我也讲了是花了一定的代价的啊，但是从申花来讲，我们这三年来我最高的转会费是那个邓巴巴1400万，这个大家都可以查，我可以告诉大家，对吧？没有超过这个。那么特维斯的工资是相对是稍微高了一点，但是不是外界所传的那么高。那么这也是有几个方面因素造成的。第一个就是当时我们周总去了，刚才他也讲到去了阿根廷，表达了俱乐部的诚意，希望他能来，对吧？从他原来本意来讲，他不希望离开阿根廷，那么我们也做了相当多的工作，然后周总的诚意打动了他，在这个基础上他表示他实际上是他自己去俱乐部提出希望离开，然后为了能够让俱乐部以一个比较合理的那个转会费同意他离开，那么他自己还做出了很多牺牲，他让掉了好几百万那个美元的他在俱乐部应得的利益，他说我不要了，但是因为申花给了我这样诚意，我愿意去。那么我们实际上也是考虑到一方面就转会费确实我们认为还是比较合理的，第二个也为了他，因为那时那边的球迷也不希望他离开，俱乐部压力也非常非常大，那么他自己做出了相当一块的牺牲，所以我们商量下来我们觉得也应该适当的给他一些弥补。那么第三个还有就是现在整个的中国足球的大环境确确实实对我们确定工资啊各方面带来了一定的影响，那么所以实际上是多重因素造成了，那么他的收入比在阿根廷要高，但是没有外界所传言的那么高，我讲可能要低相当部分。那么第三个我还可以告诉大家的是什么呢？即使这样，那么我们总体的这样一个收入完全是在我俱乐部今年的预算范围内，我们会很好的把它处理好。那么除了这些之外，我也讲了为了俱乐部长期持续健康可持续的发展，我跟周总也商量我们球员会有进有出，对吧？今年特维斯来了我们花出了一定的代价，但是我们小峰转会走了，对吧？包括我们俱乐部，我讲我是非常开放的，我们有很多的年轻球员我培养了，我会把最好的七八个我说我们自己一定要留下，他们是申花的未来，再大代价我也不走。但是我们的精英队有20几个小朋友，现在很多小朋友不要讲进一队了，连预备队可能都有困难，那我们也非常开放，要给他们有球踢，不然他们废掉了2年3年之后，那么有些能出去的也允许他们出去，像我们王博文转会的，接下来我们可能还会有一些，对吧？那么俱乐部会增加一块相应的收入，可以支持我们一队，也可以支持我们后续的青训，对吧？所以从这些方面来讲，就是我们保持一个总体的收支会相对的一个平衡，有利于俱乐部的长期持续稳定的可持续的发展的，所以这点也请大家放心。那么最后一点跟大家讲，就是也是为了保证我们俱乐部长远发展，我们对我们的青训是非常非常的重视，我们的青训是讲求时效的青训啊，接下来我们还会有很多的举措啊，包括有可能的话下个赛季大家会在我们后面的那个中央场地看到我们有支乙级队会在我们这儿比赛，而乙级队中间有相当部分就是我们下面的年轻球员啊，那个会加入到这样一支乙级队中间，我们要给他们搭建平台，我们有西班牙的西乙的球队，现在有我们5-6名球员在那，接下来我们还会有我们的乙级队，还会有我们其他的各种形式的球队，关键让我们的年轻球员有更多的展现他们才能给他们更好的锻炼的这样的平台，我们会尽我们的最大努力去把它做好。
好吧，我想讲的就这些，正好两点四十分，好吧，哎，谢谢大家，哎，那个请去东方体育中心的，请大家马上赶过去，好吧，哎，也谢谢大家，也是对青训的支持，需要搭车的请大家留一下，哎呀，辛苦了。那我们新闻发布会的这个画面呢，我们就先看到这里，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好，那在新闻发布会之后啊，我们马上会连线一位我们的这个足球评论员高山，我们请他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关于这一次申花引援，包括很多我们关心这个申花接下来的这个走向啊，高山你好。你好。嗯，刚才这个新闻发布会上，这个气氛非常的好啊。这个无论是媒体还是球迷，都报以热烈的掌声和多次的这个笑声啊。那当然，我们看到这次申花这个大手笔的引援啊，你觉得这一次的这个我们说大手笔，对未来申花来说会有一些哪方面的积极的变化？是这样，因为从职业联赛部第13个年头来看呢，申花呢是一直没有拿到一个冠军。另外呢，就是他眼看着身边的广州恒大，甚至江苏苏宁，还有上海上港，甚至河北华夏，都有大手笔的引援，而且都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成绩上面的一个突破，这对他们来讲呢，应该说是压力非常巨大的。嗯，而且呢，他经过上个赛季的努力呢，应该说是重新夺回了亚冠的资格。这样对于一个俱乐部未来的一个构建来讲呢，都不进行大手笔的投入，应该说他要想维持现在的成绩的话，都是非常困难的。嗯，所以从这方面来看呢，申花完全有理由呢，他会进行这种大手笔的一个引援，而且呢，我相信从我们大家看到的登巴巴的这个现象来看呢，特维斯的到来呢，也适合申花现在目前的一个战术体系的一个设置和打法，会对他的这个整个的一个比赛的一个成绩的一个和战术打法的一个丰富啊，应该能够起到一种非常积极的作用。另外呢，从这个球市的一个前景上来看呢，特维斯的到来呢，也一定会让更多的球迷呢会到赛场上去。嗯，是，当然大家对这个申花未来是有很大的期待，你刚才也提到了这个成绩上是肯定有要求的，而且这一次你看，因为除了联赛之外嘛，当然非常重要的就是这个亚冠的任务了，所以这对于申花来说，这个未来的成绩有什么要求，或者说你这边会有什么期待吗？一方面呢，申花一直致力于呢夺冠，另外呢，在重新拿回亚冠的资格以后呢，他应该是向着更好的成绩目标呢去发展。作为一个大的俱乐部的百年建设来讲呢，应该说成绩呢是他必须要有一个一定的一个保障的。另外呢，在三线作战的情况之下，他还有一个足协杯上面的一个突破，这也是申花在三线作战方面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要求。至少呢，能够在今年的整个的比赛当中呢，有比去年成绩方面的一个大的突破，这我相信是申花俱乐部的一个最紧迫的一个目标。嗯，那当然就是我们说这个引援当然是为了增强这个团队的这个实力啊，但是在这个同时我们看到这个新政又出来了，它就是会有一个限制嘛，对吧？这个对于俱乐部来说这方面应该怎么来应对，包括对于整个中超来说，这个新政的这个出现会有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吗？新政的政策的真正的目的呢，是为了培养更多的国内的球员能够在世界大赛上取得更好的成绩。嗯，这方面呢也是借鉴了欧洲包括英国德国的一个先进的一个经验，只不过呢这个政策呢是在我们的目前这个球市刚刚上升起步到一个非常好的不错的一个节点的时候呢突然的出现呢，可能会让大家有点不太适应，但是这个情况呢其实呢是目前16支中超球队都会遇到的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呢实际上不是带有共性的，所以不光光是申花呢可能会觉得有点困境，其实有些其他的俱乐部呢它的困难的程度呢会比申花还会大。但是当然了，申花的目前的这个引援呢，从这个情况上来看呢，它基本上都是倾向于中前场的一个攻击性的体系，而且申花我们知道它目前最薄弱的地方呢实际上呢是在防守，本来呢如果没有这个新政策呢，他会在防线上考虑一个亚洲的一个外援，
但是这个新城政策出来以后呢，可能会对他的防线呢会有一定的影响。当然呢，主帅呢可能会呢考虑到目前呢用这种强大的攻击体系呢来弥补他的一个防守，这可能是申花未来呢会要重点考虑的一个问题。嗯，好的，非常谢谢高山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分享，我们也是期待申花在新的一年里给我们做出更好的表现。